欢迎观看 DataSet 介绍视频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向你详细介绍我们是什么样的组织，我们提供什么价值，我们的会员社区和我们的服务。DataSet 是实行会员制的国际组织，与全球2000多个存储库合作，为存储库中的所有研究成果提供 PID。特别是 DOI， 我们是一个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非盈利组织。我们的愿景是通过 PID 关联研究，从而发现这事。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为我们的会员提供价值。第一 ，DOI 使数据可发现，这是会员加入 DataSet 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所有元数据都可在 CC0 许可下使用，并有不同的组织收集，这可确保你的成果可以通过多个平台找到。第二，注册 DOI 可以轻松遵循最佳实践，例如使数据 fair， 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，因为成员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注册 DOI 和元数据。第三 ，DOI 支持跟踪。很重要的是，研究机构跟踪他们的研究，并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哪里使用，以及他们是否被重复使用。DataSet 提供一个仪表板，显示你机构的信息，使报告更容易。DataSet 承认两种类型的会员资格：直接会员和联盟会员。直接会员为属于他们组织的成果注册 DOI， 这些可以存储在多个内部存储库中。一个联盟向五个或更多组织提供 DOI， 通常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学科内。这些组织使用自己的存储库，并获得自己的权罪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有关 DataSet 会员的更多信息。我们的社区不断发展壮大，目前我们已与44个国家或地区的238名会员合作。这些会员代表600多个研究机构，拥有2000多个存储库，已经注册超过2000万个 DOI。顾名思义 ，DataSet 旨在为数据集提供 DOI。那我们的元数据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，以适应一系列研究成果。DataSet 的 DOI 不但用于数据集相关的工作流、软件和图像，它也用于一系列的会社文献，例如毕业论文、入印本和标准。作为 DataSet 会员，你在 DOI 注册方面有不同的选择。我们提供了多个 API， 其中 REST API 是你可以集成以自动进行 DOI 注册的主要 API。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手动界面，你可以在其中手动登录和注册 DOI。此外，我们与一系列服务供应商合作，例如 DSpace 和 Dataverse， 这些供应商提供平台，你可以在其中使用你自己的 DataSet 会员资格注册 DOI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动界面 DataSet Fabricator。作为会员，你可以登录 Fabricator 以使用表单创建和更新 DOI。你也可以找到有关 DOI 活动的统计数据，有关你的 DOI 是否仍能解释的信息。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会员信息，并令其保持最新的状态。此外，添加丰富的元数据使你的成果更容易被发现。除了使用 DataSet 元数据可用的外部服务之外，我们还提供了我们自己的 DataSet Commons 的搜索界面，就会向你展示有关机构的成果、研究人员资料、
和仪表板的信息。所有这些信息都进入持久标识符，此处公开了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重用的信息，例如观看、下载和引用。如果你想通过此介绍视频了解更多信息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。你也可以随时发送电邮至 info@dataset.org， 或通过你在幻灯片上看到的任何渠道与我们联系。我们期待你的回应。